又说不来我这里拿这么多零食来哈。有表弟来换鞋。就留老爸在那里做工，你们在这里吃吃喝喝哦。过去打包。有强子。给你泰式按摩。等一下，我教你们写作业啊。表弟，你耳朵在这边，你用屁股去听表姐心跳在跳了。啊？我感觉我屁股短短的。说明你要欧死了，去欧死。哎，我给你鼻子也短短的。出来给我闻闻哈。不能这样子的，等一下万一发生意外真的闷得了，不可以那么久了，听到没有？那看他怎么闷我的。放开，不放就不放。人工呼吸，快点抢救，拿那个电来电一下。你放个屁他就醒了。我起来拿伞了，想你个鬼想，那个呼吸，他打呼这么大声。太幼稚了，玩这种游戏，拿我快递去赌嘛？拿我快递累嘞，你们就头包钢嘞。不准生气啊！等一下，不准拿鞋子来嘞！你看你的鞋子，你昨天是不是没洗？洗呀，洗个屁，那么黑。不准拿鞋子。你最近都打不过表姐，还是去惹表姐？等一下嘞，三分钟就哭啊啊的一个，信不信？你矮表姐半个头了不？哎呦，这么够力！哎呦！停！攻！哎，是时候出手了。这时候轮到我出手了，停！听到没有？不停，我也加入战斗！不接！哎，又和好了，得了，打完和好了。